那个性啊，那我在读研究所那个林老师在当所长，其实他找人的时候，他是有点豪气，他坐在那边有时候好久都不讲话，每次我们要点十三斤。 还要写报告，很凶啊！你怎么直接抬头前头看？这个礼拜写的，这礼拜圈的，你那心情你不好，连圈那个十三斤都圈的不圆呐、啊！现在圆你不要圈了，哇、哦！你不要看，圈的很圆。 啊，变那圆小嘛，做嘛是有，但是伊那也无用的所在。啊，去互你袂舒服的时阵，你不要看伊，我要拍啊，拍过去，挂的，哦，好的。啊，伊还佫咪做歹，恁若要佫听我讲一下，该判是我的指导教授，你大概知道，你不要知道，鲁智深，我告白。 啊！我们要去跟他请教论文的时候，八点多他都很早起来，八点多到他家。哦，你过来，你要过来，赶快去。有时候一进去坐下来，不文静，你是该关照。回去，不读书，你跑来我这边干什么？行，一坐，让你功能过哎，你答不出来，你想答不出来。 因为他的学生大概都是甲骨文经文，那我们也，他的学生大概都是甲骨文经文的高手啊。那后来出来都在教这个嘛。啊，当然我们大概也都会知道，但是他在写的业绩越来越轻，你都敢用功？他说我去啊，对不对？我昨天研究出这个字哦，这家伙你看看，我写作文一直讲啊，要讲啊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写的。 你若答不出来哦，还该赶出去，哦，去啊！无要读册，不读书，不读书，你在我家要怎？回去，所以我那些文静的出来。啊，那，讲到行业投机，到中午搞，我老师，那你休息吃饭哦，哦，就告辞，讲我想拍照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跟我一起吃饭，你又不敢跟他一起吃饭。 阿都姐的都紧张啊，因为又搁唔知伊无啥问题咧。到下晡，我一班去坐到银行咧。你说你要出来爱甲厝里人讲哦，我今日要去卢老师家谈论文，那我等下你们要烦恼，所以好代志，因为他看中你，所以午餐在那边吃，晚餐在那边吃，吃到12点他还不让你回来。 我没有，但是骂你有时候都骂到你，开始，他要骂就骂，他管你，但他也有谦虚啊，他骂他看不起很多文人，国内人都学得都被他骂过，那他真的有本事啊，他大学没有毕业。 大学没有毕业，复旦大学请他去当教授，因为他当时写研究史记，写了一篇《史记》，那个什么伯夷啊，伯夷，伯啊，广播，日本人看到吓一大跳，台湾有这么高明的学者。复旦大学有一个叫杨树达，对。 那是当时大陆也有名，一封信来，你要不要来到我们学校当教授？他也不问你有没有大学毕业。<笑>那时候大陆也认识，他说我去干嘛？他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，他叔父是沈主席啊。这家里有钱人，那管他的怎么去当什么教授？老表公，你不能不去，你也该上去。
伊讲好，再有去做一个教授，伊无到台湾煞枵死。啊，台湾伊就去当教授啊。啊，转来师大教册，我无够歹。唉，但是他的派，后来我们引进出来教授才敢问他，老师你是来做派的？你个你派生我哪会惊的？伊讲我唔是啊。我是满肚子学问，你们听不懂，我着急啊！哦、这个也是真话，但是伊的腔我听无，他的腔调听无。收文解字，他是拿收文解字在教的，161页。你听唔到呀？166页听一下，怎么160页？很巧，讲老师没有这个字啊，没有这个字。要注意哦，叠古香还好，没有这个字。我再说一遍，叫到我爸100啊、哦，对不起，我看错了。你要搁蒙叠里面，也声调的大，更大更高。你两个唔让人去搁蒙叠那边，出去。不要上啊！你不用上我这个，我给你看出来。所以有人爱听伊文字学，找无边啊！找无你搁唔通别再看伊，看伊怎讲你找无啊？啊，搁他去找同学，哎、欸，对讲嘛，你给他打电话讲哪件事？就是不要，哦，是啊，后来我们。毕业出来，在教室才敢跟他讲，他都没办法，满肚子学问，一肚子不合时宜。好了，让他回来。摩诃那般若，他为什么要讲大般若？般若即是哪分大小？智慧哪有分大小？他只是在告诉各位，这个般若智慧，他。本身已经到，就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有没有用深般若？我拿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月亮有10号的月亮，有8号的月亮，有11号的月亮，对不对？有15号的月亮，干净。到15号的月亮是不是最圆？那个就是大般若。大般若就是自信般若，由咱的自信，那什么，我们的自信。那个主性，那个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，那个实相所体现出来的那个般若智慧，无漏啊啦，无漏，懂吗？无漏，所以叫做大，叫摩诃般若。好，所以其实严格的说起来，月亮哪有圆缺？我有本身跟我圆缺，无啦，是不是？只是在我们的那个决心到底开几分，对不？去迷去嘛，啊，这样去迷几分，对不？我会当决心出来几分安尼，啊，其实决心本身不生不灭，所以已经没有摩诃般若意思在这里。那这一种实相的般若。这个实相的般若可以让你取觉照了达诸法的空相，诸法空相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曾经跟你讲过一句话，他如果了达诸法的空相，一切的万法、华法、诸法都因缘生嘛，诸法因缘灭啊，对不对？那缘起的是不是都性空？所以一切的万法呢，都是生灭不住。一切的万法在生灭不住的当下呢，一切的万法本身那个毕竟空性，不住就即灭，因为空不住，空性灭掉物件。咱每人的自性，空性，这个空性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这个我们的自信，我们自信空，
那万华呢？一切的万华呢，也是空性，这叫法性空，法性的空性，法空啊。那我们的自性空，我们自性的空，跟我们一切万华的空性有一个差别，这个你们不能不知。我们的这个有情众生的这个性空，里面有什么觉性？怎么他具足觉性？啊不，我还要讲嘛，咱开始怎样行路？咱开始让怎样吃饭？觉性啊！啊，这一念的觉性，这一念的这个摩诃般若，这一念的觉性，这个摩诃般若呢，它以无阿端证入诸法的空性，它跟诸法的空性呢不二，因为一切的万法都不离主性。一切繁华的不离那主性，你这一念心也可以具足十法界啊。你这一念心可能是地狱，你这一念心也可能是天堂，干杯啊！你这一念心如果起太强烈的嗔恨心，就是地狱啊。你这一念心如果起的是太贪婪的心呢？恶鬼，你真人心痴迷昏昏沉沉，出生道，是不是还是在一念心？所以，这个觉性，这清楚的觉性能够做得了主，你就不会在六道中轮回。而这个觉性，它可以证诸法空性。所以咱中国人做聪明啊，知影天人合一啊。可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了解讲，是啊，咱人会当个宇宙不二，无心即宇宙，宇宙无心。其实佛法讲得很清楚啊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觉性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个清清楚楚做得到这觉性。它可以证入诸法空相、空性，但是诸法的空性不能证入咱的觉性，你没有觉性，它没有觉性。那这个觉性就是这里讲的摩诃般若，所以因为这个摩诃般若呢，它能了达一切万法的空性，好吧？既然能够了达一切万法的空性，那就上岸了，婆罗蜜多是不是到彼岸？就是上岸了，上到哪个岸？涅槃的彼岸呢？婆罗蜜多就是到彼岸，那个彼岸是指那个岸？彼岸就是对此岸讲，我们在生死中流浪就是此岸，那这个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什么涅槃。懂吗？涅槃的彼岸呢？啊，这是苦海。但是这是方便说啊，婆罗蜜多就是到彼岸，分成根本，我已经到彼岸。但是呢，说到彼岸，有彼就有此啊，有彼有此，是不是相对待？是不是还是都在相对待？啊？但是摩诃般若呢，可以让你了达诸法空相空性。既然了达诸法的空性，请问你，诸法既然是空性，哪有彼跟此的分别？没有啊，没有彼跟此的分别。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啊。如果你只体会到还有彼跟此的相待，你最多修到二圣。因为你还在相对待，但是如果你能够真了达诸法既然是空相，所以根本没彼跟此的相待，没有。所以心经里面也就告诉你很清楚啊，即使我们这个色身也是色空不二啊，有没有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，对不对？
咱的念头也一样啊，是空不二啊，是不一空，空不一是，是即是空，空即是是啊，那你不二。所以，能够你清楚于这个不二的法门，不二，这就是不二法门。因为有这份般若，有这个摩诃般若。那么这个波纹的摩诃般若，它两边不立，中道也不存，它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做得了主，那个就是摩诃般若。所以他现在就是说，叫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证入到那个波罗蜜多呢？能够证入到彼岸呢？那个不生不灭的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诸法空相呢？你要怎么证入？要靠摩诃般若，要靠那个大智慧。所以这句话如果翻成比较简单做，就大智慧到彼岸。但是这样的翻其实太硬了。其实那个大智慧，当你那个大智慧体现出来的时候，就像太阳已经拨云见日，太阳出来了，云散开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太阳光本来就照耀大地嘛。哪有太阳出来要说，哎，我要照耀大地？不必啊，没有彼此的分别，它不是两个，它是一个，它不二，它是不二。所以大家你要按照剃雕解说，总净心念就是要我们时时刻刻分分秒秒、啊、都是这一念清净心，用这一念的清净心，这一念的清净心、哦、安住在 安住在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就安住在那个了达诸法空相，没有彼此相对待的不二的本性里，不离这个本性，不离这个自性，那你就成佛了。所以你要想进入到那个波罗蜜多，要靠的就是摩诃般若。那你要能够让摩诃般若起这样的妙药妙用，了达诸法的空相，懂吗？能够证入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你就要善护念，护哪一念？净心念，懂吗？要善护《金刚经》的善护念，能够善护护持这一念心，是不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？所以啊，实在了不起。这句话其实已经都讲了。所以人这个心清净不清净，其实一定要靠你的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啊，讲啊简单的些，就是讲伊袂刁物件，伊清清澈澈、明明白白，但是伊袂沾、袂攀缘、袂执着。我用这个简单话来讲啊，他不会攀缘执着的，很妙。而且一定要实证功夫，因为咱哦无始以来，因为一念的无明啊，迷失掉。这一迷失掉以后，咱怎样？咱受业力在摆布，咱受业事啊业性，你给咱主宰，所以我咱跳不出来，所以咱拢一直在烦恼中。因为迷失掉啊，后道迷失啊，就造业，造业就起烦恼，这业道，所以非道有三嘛，一个是迷失后迷惑的 后道，业报造业业道，烦恼道起烦恼，这就是众生。啊，除非你有般若智慧，因为有般若的那个摩诃般若智慧，它能了达一切的万法。空性，一切的万法都生灭不住，万法都生灭不住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咒如是观。我们的起心动念呢，念念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咒如是观。我们的念头是不是也梦幻泡影？
啊，咱的念头是不是来得去，来得去？那光倒影，哪个舍得？哪个是你的？因为我们有我执，就认为这是我的啊。如果我没有我执，我总会执着有一个我的。所以，因为有我执，所以我们就我手，我手，这是我的茶杯，这是我的桌子，这是我的房子，这是我的车子，对吧？离不开我啊。众生的迷失就是我执太重，因为我执破不了，所以法执更难破。那如果你能够破掉我执，哎，你就可以进一步修菩萨道了。啊，菩萨道之难破就是法执难破。为什么菩萨道法执难破？因为菩萨道他要觉有情，他不只是觉悟的有情，他也要让有情众生都觉悟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必须要在六道中来去啊，他要在五浊恶世来去，他要在尘沙中来去，在尘沙中来去，更别有尘沙染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想想看呐，光是我们你看我们在社会上这样的跟人自己之间交往来来去去，是不是常常听人家赞美或者听人家讲我们一句诽谤话，我们心都在波动，对不对？何况其他。所以在红尘中来来去去谈何容易啊，啊，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，谈何容易，对不对？啊，地也沾身呢，也沾身就是法执啊，以为这个是法是实有的，两条哎。所以那个《维摩诘经》不是有吗？那个天女散花吗？天女散花，那个花落下来，已经证到菩萨道，菩萨的人，那灰龙大鬼弄不掉。那个正声闻缘觉相啊，弄掉灰龙掉你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声闻缘觉的人抓住一个空性不放，执着有一个攀缘执着。所以叫劫习未尽，我有点感的，我有点习性。我有点劫习，那个习性有时候变成怕干的。那你看我厉害，这那个天女不是平常人，一介散花来说话呢？你看啊，你这么心有清净无？有清净无？你有还有劫习未尽，就是还不清净，是不是？你虽然证空性，但是你抓住一个空性不放嘛，抓住一个空性不放，有一个执着，有一个攀缘，灰的一个掉嘞。这句话如果大家能清楚的话， 你就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你们能够听得进去，我建议你们就要这样用功，时刻分分秒秒要能够去觉察，觉察我现在起什么心动什么念，觉察到我现在起的是贪念、嗔念、痴、贪嗔痴慢疑，我知啊，就赶快把它照破，觉察到觉照，懂不懂？用般若智慧照，你们敢挂吗？你不挂都差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。所以叫觉照，不是把它赶走。什么叫觉照？照的一点怎样？啊，赶紧讲嘛，紧的，这些还好，你赶紧唱的。就是讲，我已经察觉啊。赶快一念回头，那个能知道怎样，我这边起心动念，那个知些你爱修一条，这个知这个护持得住，那个起心动念生灭不住，该来该去的去，你免甲讲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
那叫绝招。唔通带迄个，唔通带迄个，迄、那个起心动念遐，也是来去哦。因为迄个起心动念遐有生灭，你如果在生灭法上用功，还是生灭。你赶快见那个生灭，回头，迄、那个斩下生灭，迄、那个不生不灭，就到波斯涅槃里讲的不生不灭，迄斩耶，迄、那个能知耶，迄、那个能觉耶，懂不懂？啊？对吧？迄、那个能见耶。一能闻耶，啊，等到这个能知能觉，这个做到要做之后，把这个能知的能，对，所知的所能跟所都放下，就进入中道实相。来，讲来给你做清楚。你哪不记不认真听这句听好清楚哦？你一直在生灭法上转，我告诉你，越转越艰苦。赶袂去的，愈赶伊愈喊你哥哥你袂爽。啊，你若讲这个知影这做主的，就像那一灯就照破千年暗示，嘿咩？点会照的，迄无呀？因点会都来啊，到到遐啊。啊，你若去去，他就去问，遐照对，遐照对对。嗯，你咪假的，那个灯光大啊，那个遐。梦幻泡影，如如一对，一分对的无常嘛，生灭不住啊，是不是？你不去执着，不去攀缘，它哪来的妄念呢、啊？既然是妄，虚妄就是生灭不住嘛，那你不然怎么叫虚妄？这是关键啊！这个关键，如果你们能够体会得到，这关乃贵啊！你哪赶紧过这关，后边的较好修啊！啊，你呐，一直是要到生命往上转哦，要到七头哦，啊，七头要干嘛？讲嘛是趣味，啊，我懂啊。你蛮讲个，真正会到迄生命往七生了趣味个呢？嗯，迄个行其实哦，我本来我慢慢，也是年龄慢慢大啊，有人其实真的有善根，但是呢，他。今生今世，所以这福慧一定要双修。你只要中间有一点点缺漏啊，然后又不自觉，他虽然有那个善根呢、啊，已经嘛，那个尬解法，以斩解法的形式，以耳作病的，以水耳水地病。六一二外公，六一二你注意看，六一二都会叫镜出来。迄、那个镜出来，镜啊，镜该镜出来，不管讲偌水偌好的镜出来，哎呀，迄种迷人。啊，如果你摊在那个镜上呢，把戏一样，你摊，就坐在那个镜上。啊，你呢，卖茶叶，你两界之间，摘得不生华相，鬼也。啊，你哪讲？对迄个镜做执着诶，逐工你得当看镜，逐工得喊你爱去玩个没完没了，嗯，真的，啊你得做啥？啊，我得把人讲我代志，我就年轻唔知啊，到尾大家嘛想要问你，哎，所以啊你做完今天有什么心得，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打开社会，讲啦，讲淡薄仔话，讲得真准嘞，我是毋捌甲你讲嘞。那足准嘞，足古怪。啊，只要真有准，你着都搁这样，都搁来弄。啊，所以你每次做下去的，得要看经。啊，我叫人家去碰着，讲，哎呀，今晚看卖，我今晚喏，哎，我不着，蛮有感的。拜托，你忙干唔得啊？那是年轻的时阵，我就话怎爱唔当，哦，迄就尘埃拜托唔当，哦，就唔知。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不要停留在两岸猿声啼不住。这个还是在那一念心的，
你内心如果有政治正见，你就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贪爱人家的啊，贪爱迄个境界嘛，嗯，真的要注意哦，这个是实际过来的经验，不是跟你讲真话，我在这个上面也吃了好多苦头，吃了好多苦头，但是这个没办法问人家，你怎么问？你自己要去体会，你慢慢体会，你才知道原来的没格局对的。我已经算得讲把一当的经验，直直尽量跟恁讲啊，看能给恁做参考，心挂给恁遐艰苦啊。啊，所以我感觉恁的福报变啊大啊。不云，好了，那集就到这里，重要啊。三知识。菩提般若的智慧啊，世人本自有之。菩提的觉，般若的智慧，就是菩提心那个觉的智慧，觉得清澈的明明白白嘛。觉是对迷来供嘛，对不对？那迷在贪嗔痴里面，在贪嗔痴里面就是迷啊，在慢啊，在疑啊，那都是迷啊。其实大家真的要提醒自己，你现在迷在哪里？你时刻能不能觉察？啊，你现在在上课的时候看到有些学生一直在玩手机，你心里会不会很不舒服？那个不舒服的心一起，表示你已经和那个已经玩手机的境遇去。你要有那个本事，我常在玩手机，但我心不因为这样起嗔恨、起羞愧，不。那我该怎么样才能够，给教导过来？我的这个如如不动的本性还是如如不动，对吧？我起用妙用，但是还是回归本体，如如不动。这台慢慢去就不困难了。所以话要看禅师，伊那叫大怒，你给他呵斥，其实他心如如不动。就像怒目金刚有没有？菩萨低眉有没有？怒目金刚。其实金刚怒目，他的心还是慈悲啊，他只是现怒目金刚相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他是相见那个相。他心慈悲，因为有的人你哪敢不敢现怒目金刚，伊袂惊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实在要教些我拢教先讲，拜托诶，恁哪做袂到怒目金刚哦，你得去做菩萨第一名。做菩萨条件嘛，讲袂讲安尼闹鬼，你看我金刚一个怒目啊，我心嘛，你防不得。我想你的善意，你好好好意，对不对？啊，先看来你的受气，看你气改就行。有时候他反了反他，那么金刚怒目，菩萨低眉，有意思啊！啊，所以菩提般若之智，伊该控制位是讲迄个般若，迄个智慧啊，就是咱一念觉醒。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那个决心。那个菩提心呢？世人本质具足，有情众生都无染，只不过，人啊，人的这个菩提般若之智，透过六根六识啊。比较容易转世成智的造出来。你个看迄个蠓啊啦，还是厕所那个蛆啊，伊迄个意识已经薄啊，那被薄去啊，已经业障重到等到去滴薄去，迄要修到阁会当。开始转起来，逐步到，伊嘛爱经过偌久的劫难，
所以人生难得哦，千万不当放弃。人生真的难得，人六根具足嘛，对不对？借六事来修，但是我常常觉得说，成也他，败也他。现在醒了，意思是成也他，败也他。转世成事，你可以成佛。你随业事在转，你就在六道轮回，对不对？就一得得来，哎，这是菩提大道。顺一乐业，哇西他，终于六道轮回，你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了。所以这本质具足的那个觉性，那个智慧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，不是说从这个别人的身上得来，都不是，你本身的我，你有搞咩？你若无影，你来我该试不试？该试一下看卖就知。上万唔免钱，我就很试。你若来，我就出来跟你来讲，来跟你讲听。哎呦，会听哦，哎，会听，迄啥物人？啊，都有觉性动，你怎会听？啊，不是，所以咱尝试来办好，办好是不？你知影的？你晓得？讲话，哎呦，会听，会听，迄啥物人？啊，知影人讲，哦，讲这个真好，我够开悟。啊，唔知影人讲个到底是听啊，敢若你就讲你会听。唔知影讲，迄禅师甲你讲，迄个就是要予你知影讲，哎，会听迄啥物人，会听迄个主人啥物人，你知影吼？哎，等于茫教家囡仔讲，我咧讲是要予你知影主人啥物人，你听也知影，对不对？你个囡仔对不对？觉性够悬的，我跟你在说话。真的讲很多禅的秘密。好，那本来 就具备的只言心迷不能知悟这句话太重要了。我 这段时间一直在这个地方慢慢去体会，真的是我们的心啊，常常迷失在贪嗔痴上面，不自知，人心迷就执着在一个境界上，对吧？就像讲的一句话，赞美的话，我为什么会很高兴？因为咱已经去有那个赞美的声音入去，就迷失在喝彩声里面，不是迷失吗？啊？人家跟你讲歹听话嘞，你是爱生气？你去有歹听话左右了嘛？对不对？你的心得去有迷啊！啊，我若保持清楚嘞，我昨日甲他讲歹听话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嗯，无来无去无代志，是非是你我无是非啊，我无难找是非啊，所以袂使迷。这点心袂使叫迷。这点心要时时刻刻保持觉，对不对？哎，切，世间人就是迷，迷呢就是众生，因为迷呢就会生出很多的生灭心嘛，所以叫做众生啊。觉呢就是佛嘛，清楚明明白白嘛，对不对？我没迷失你在境里面嘛，不就是佛嘛？干的钱，所以。一个是觉，一个是迷，所以只缘，因为这点心去攀缘，去执着，他都没讲过。心我攀缘，你善业，我起善心，我起善念，我也是执着哎。啊，我这点心起恶念，跟他唱，跟做攀台机，跟怎样，那也是执着啊。阿弥。所以要不失善，不失恶，不失也不失的钱呢，那是另外一个境界啊。所以因为你心迷无清，所以你就无当自悟，那个自性，那个明明白白的那一念心就无出来啊。那就是迷还是觉啊？迷就无出来，迷就无开悟，无清楚，
悟的是什么？悟的就是当前的这一念清净心嘛，悟的就是当下的这一念明明白白的心嘛。啊，不悟什么？所以迷不迷幻，我讲了，需到那个当你迷失之后，你必须要呢，必须要借大善知识来给你开示，来给你指导，你靠能见性呢。所以潘公陶景跟我迷时失度有没有？悟时的还是要自度啊。说过上次用手指在指月亮有没有？啊，迷的时候得丁义公，那你今晚师父在说法，丁金涛来记鬼鸟，你忙执着在金涛啊，哎，去摘那个鬼鸟，哎，鬼鸟就是见性。子月嘛，我是要证那个月亮，啊，每一个人月亮在你的，对啊，你的自信中，不是你的外靠，不假外求，啊，所以大善知识就是佛菩萨，啊，真的有那一年为了大善知识来给你开心啊。真的要明心见性，要大善知识。一般善知识还不懂呢，善知识可能可以教你怎么样的种福田，怎么样的去修十善业，怎么样的教你去六度，对吧？他教你这么多方便道，但是大善知识呢，是教你怎么样直指心性，不落阶梯。能知能觉的那个就是你的自信本质具足了，你还要假外求啊？直了成佛的心愿吗？但用此心就直了成佛了，那是大善知识，这个跟我是个直接了当的。嗯，当知于人之人，佛性本无差别。这是佛法让我们感动，众生都本具佛性。你今天是不聪明，是聪明，因为迷悟不干的业障它当的迷在业障里面种的，那就不知不觉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可能做坏事都还不知道回头是岸，你要注意观察跟周边接触了。啊，为然哦，一根性，一根善根，就是善良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有那个智慧，怎样讲该安怎做，上面该做，上面不该做。但是恭喜你，你若只有学佛，这很重要。真能这么清楚明白的讲出来，大多数其实。在世间法中一直在那浮沉的多，在世间法浮沉的多，就是都是在分别心上打转，分别在打转，分别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感觉，我跟你讲真话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，唉，其实真的是生命蛮苦的。我在讲四圣谛，一个讲苦谛，是真的。但是苦，佛陀所以佛在开始初转法门的时候在讲，苦空无常无我。可是后来他就告诉你，常乐我净。从苦的当中，你就要去了解那个华喜在哪，因为苦本身也是空性，了不可得。但是也因为如此，你因为真感受到这苦的时候，真的你就很希望众生都不要苦，因为迷才会苦，觉啊就不会苦，对不对？你在贪嗔痴中迷失，当然苦啊。我如果不会迷，我清楚明明白白，我不会执着在贪嗔痴，我哪来苦啊？我不贪不嗔不痴啊，怎么会苦？我只想着第一众生啊，党的华裔，我的华裔啊，啊，
方去这个体会，多去照顾别人，让别人快乐，其实是快乐才快乐。因为太多真的苦，所以啊，迷不迷，我把这段讲完。迷无不懂，所以有智有愚，所以这都怪不了别人。你可能现在特别聪明，你可能这个什么比较笨，自作自受啊。我讲到这里，我现在要想赞叹一下马尔赛人。其实我们大医师不简单的，我他昨天那个改那他那个书的三十项，我那给他好好看一下，我也吓一跳，他这个有些地方还他已经把它改过来了。因为一个老师傅是一个素人，无师自通啊，那足厉害。我就甲讲过，以后有这个台湾话，你讲的。他以前嘛，就是把他用比较有几句话，有这么我感觉活化，但是又不没有忽略掉以原来老师傅的那个素人的讲话，不简单的。我怎么个赞美？这我昨天大概一路在看的，哇，不简单啊！因为从他那个在修改，因为你那个红字是你改的嘛，对，因为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，他一方面在保留他的老师傅的本色，但一方面又让他比较更有一点活化一点年代啊，这个不冲突。就看看你怎么善巧方便，这个看得出，我跟你要背，看得出他对心法越来越明白。其实最主要是这个，你写出来的东西就知道，啊，所以你也有一个好处，回去教你写字，越讲你就越明白，因为你要讲给他听。他说我都没有提，我提问题问你，表示你讲得很好，因为他都听懂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当然，我两个上学期是他教你啊，啊，起码林先生都爱去上课，伊都爱来福州听，听等于爱来教林先生。哈哈哈哈！我这讲完了。吴经卫说摩诃波罗蜜法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法门哦，这是一个究竟法门哦，这是不法门。所有等各得智慧，各位要清楚，这个我们修下去，每个人那个自信的般若，那个实相般若，如来如清澈，那个觉照的智慧，如来如奇妙用，这是真实的。大家来一起修，愿地位如管。自心谛听无畏如说，告诉各位啊，这个六祖实在是很厉害。他知道这个讲心法最重要，就是听法的人要怎么样，要一心，自心啊，心别再散乱，心别再去想，想对想我以后我要做什么菜，啊我以后要创啥，我明仔载要创啥，啊就惨了。因我能做到这个地步。人告人离对，心得告对，阿听无？即马坐一下，我学生我要不要做人格嘞？我遐我教学生可能也做人格，自然学生我定个是定个念。我从来毋捌教过啊，即边讲叫也好也好，我来转下试看嘞。因安尼坐袂条，我讲坐好条。玩手机，我硬是随在。我讲你也使玩手机，到外面去玩，可以，我尊重你，因为你是大学生，你现在急需要玩手机，你到外面去。进教室就是要听课，睡觉我就问他你是不是生病，生病你回去睡觉，我不会跟你打旷课，要不然告诉你，这么乖，我是很诚意的。啊，我动不掉嘛，这尿不叮当啊，无得要拍过来。啊！只要拍过我就给他盯了。我说我是爱护你们的，
外公要给他，就这样子。这我的责任啊！我说在座每一个学生都是我必须要照顾的学生，我外面还娘。嗯，梁朝成先生靠我电话去选选堂，到处跟人家讲，全校就是听讲座的学生上课都不睡觉。有什么大事的？这有什么了不起？因为我对他们太严格了，都不睡觉。因为会睡觉，我都把说叫他回去睡觉。好了，这自心地已经做掉了。所以你们在家里如果要诵经，对吧？你要看经，你要注意这一念心清清楚楚，不要散乱，不要有所得。我告诉你们，才妙。你不要有所得，但是我专心。很奇怪，我以前哦，还没有正式在台北那个普普那个师傅是那个佛学院小科经，我那个不做了解些道理。后来看心里还是小革新呢，我要在准备这个时候才听到，哎，无所得还来这么妙。我跟你讲真话，因为大家都是同事啊。我有时候明天要去上课，是不是？我在佛堂，我家有一个佛堂，我在那边打坐，坐完以后我拿起来看。有时候打坐坐到半途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哎，哦，六字真言滴滴闪出来，我等我背起来看。啊，原来这个在说这个啊！你的会在哪里？我那时候反问，反看我自己。其实啊，我的心没有想要得到什么，但是我的心是非常的一心。哎，这个不要帮我解释，我也不要解释。可是在第一关很奇怪。我在上课前，你们在我周围人都知道我是大的话知道，我不会去准备我这次要讲什么，不会。而且我看过，我不知道，我看过，我懂。我在看的时候，有时候懂了啊，就过我的功呢。我不会记在心头上面，但是有时候奇怪，因为我在十五岁的时候，常常有发现这个问题。我在那边讲到，突然之间，这本经躺在那边，好像就是这么清楚楚，清楚楚。我嘴里讲到尾，我说拢变，家己想嘛，你听我上哪里讲？明明是我跟你讲的，说变化嘛，你听讲，哎，是不是讲啥？啊，有时候佛法的妙是妙的没办法解释，其实就是这一份静心，静心念，这一念心清净不清净，没有杂念，没有间断，懂不懂？没有夹杂其他的杂念，好。我跟小雨有事情，我们就赶快过去那边开会，好不好？今天就谢各位啊，好。